动不了，然后他们就说啊，算了算了，不强求。拍摄让我很舒服，不管是导演，几个主要演员，都是人非常好，美术啊、制作什么也都非常的，大家都很认真，他们也合适的演员。这个戏给我好了好多钱，他导演很受喜欢的，他演员比较默契的，然后剧本没那么好的，就很多钱我也不想去。那如果说整个拍摄环境和所有的人都是我喜欢的，那我就选择喜欢的那个。但现在在这个组还好，就是大家都很认真。